比赛开始还不到五分钟，中国队的孙庆梅一脚世界波打了一个好球，这球拨得不错，孙庆梅横敲打门，球进了。第37分钟，中国队一次绝妙的配合，传到中间，好机会，哎呀，没有起脚射门的角度，好球，梅海英，球进了，漂亮。